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军。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教育哦，如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各种学习理论归纳出是拥有学习的自主权是最主要的关键，父母还有老师其实可以扮演非常大的协助角色。今天为您邀请到四位灵魂人物带我们来深入了解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呢，是我们东光国小附设幼儿园的主任曾静芬曾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八斗高中校长黄志成黄校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建德幼儿园的老师苏玉芝苏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国立海洋大学的教练罗生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教练好。好，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之前呢，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市民有问必答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开放给所有的市民朋友，只要您对市政建设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都有专人为你解答哦。现在就来看这礼拜的有问必答。刘爱区张太太询问，基隆市的幼儿园感觉很不错哦，想要选择就读基隆的幼儿园要到哪里搜寻呢？教育处回复，基隆市目前总共有46所公幼、2所非营利幼儿园、24所准公共幼儿园及34所私立幼儿园，每间幼儿园都很有特色。家有2岁到未满6岁幼儿的家长，可以网络搜寻基隆市幼儿教育资讯网。安乐区谢奶奶询问，在网络上看到基隆市办好多幼儿亲子活动，我们很想参加，请问要从哪里获得活动资讯呢？教育处回复，基隆市共有11间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设有教保资源中心，在周六或周日上午办理亲子体能、亲子故事、亲子创意 DIY、亲子厨房等亲子互动的课程，年度总共有117场活动及报名讯息，可以脸书搜寻基隆市社区教保资源中心。暖暖区王爷爷询问，几岁可以开始学踢足球呢？女生也合适吗？基隆有适合练习的地方或管道吗？教育处回复，小孩在母亲怀孕时就开始踢，踢球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哦。随着幼儿的身心发展，4到6岁就是正式开始学习足球的黄金年龄，不但男生女生都适合，幼儿足球教学的方式更重视全身手眼脚的协调性，因此融入更多的游戏反应还有比赛来进行，不但有助于全身的发展，释放小孩旺盛的精力，也能逐渐建立团队运动的规则与品德教育。目前海大培养一批种子教练，能够提供有兴趣发展足球的小学跟幼儿园良好的师资。看完这礼拜的市民有问必答单元之后，紧接着就要赶快来进入我们的主题。现在的环境诱惑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这个纷纷计较的情况仍然是会钳住孩子，所以要怎么样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呢？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八斗高中，他们研发了桌游课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架构与内容，透过浅显易懂的教案与游戏操作，让学生在桌游的亲身体验中了解游戏背后的学理。我觉得我数学变得很厉害，尤其是分数，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用心算算出如何把分数变成整数。这一堂课程可以看到学生的改变，就是在学科上面他进步了，然后再来就是口语表达、台风，他都有成长了许多。是透过老师们跨领域的合作学习啊，然后呢，学生在这一块的桌游设计成长，然后可以从同组的合作，然后到发想，然后到桌游的设计，然后过程当中面对到问题，然后他都可以自己去找到问题，然后找学科去老师去合作。学生透过团队合作的模式，培养运算思维的推理能力，强化解决问题的分析与综合能力及创新思考的能力。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学习到很多，数学也变比较厉害了。
在分数里面分数会比较高。那这个部分老师其实要投入很大的心力，因为呢都要做单元啊课程的一个设计，更重要的是也带着学生啊学会说，哎，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在学习。那这个都会让我们整个学生他除了呢懂得知识，然后呢也让学生的学习更有趣，然后呢也更有创意。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好的一个呢这个教学活动。透过游戏式学习的认知模式体验与实作的课堂设计与活动，提升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学生们在动手做的过程中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多元探索，最后产出作品，成就感洋溢于脸上。这也是八斗高中教师设计桌游课程的动力来源。玩游戏真的是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八斗高中从好几年前就开始推动。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校长喽，八斗高中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这样的桌游课程？什么样的因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推动桌游其实蛮多年前开始，我们在105年我们就开始做桌游的研发。那这个研发的考量是因为我们都知道108年哦，就是新课纲要开始实施，那就是去年我们就新课纲实施嘛。那学校当然要做一些课程上面的准备，那课程准备这个部分，我们就跟台湾科技大学侯慧哲教授合作。因为侯教授本身有一个网络学习中心，那做所谓的这种专题式课程，尤其是结合游戏式学习啊，那这种游戏式学习其实就是用桌游这个刚刚在影片上看到的，然后来结合，让学生其实透过桌游的设计，到最后呢，我们的学生很厉害，他可以设计出一套桌游的作品。那这个我们发现有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它不是为了玩，而是它在整个学习里面，它会有知识层面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知识层面？其实有一些桌游可能是数学的桌游，有的桌游呢可能是20世界大战历史的桌游，有的桌游呢可能是公民的地理的桌游。所以在知识上面，其实学生会自己去找资料。我想这个叫自主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其实是学生呢能够自己不断学习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培养学生他能够自主学习这个能力很重要。那接着就是因为108课纲之后，3年后就11年的大学的招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呢，大学的招生，不只是看学测成绩，因为未来的学测其实他考试的门槛哈会变得不会那么难啊，所以呢成绩这个部分当然要顾，可是除了成绩因为它门槛比较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学生学习历程档案。那学生学习历程档案就是学生在这3年高中当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具体展现出学生能力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想象说，它可能是一个小论文，或者可能是一个实作的作品。那以我们这个课程来讲，我们一定会带学生做出一个桌游设计的作品出来。那这个作品本身会让整个学生在做所谓的书面审查哦，因为申请入学第二阶段，那要看学生你有什么样的成果展现出来嘛哈。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升学的时候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分数上的提升。那当然你有个很好的成果出来，我想大学教授在打你分数的时候，在评分的时候会眼睛为之一亮。所以其实我们兼顾到学生学习的兴趣动机，他可以呢激发他自主学习，在知识层面上很有帮助。还有同时以高中来讲，就是未来他在大学升学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这是我们最早从高中部开始，那我们现在呢也往下延伸，我们连国中部我们也开始一系列的这样的桌游的特色课程。哇，真的很难得哎！校长今天还把学生设计的桌游给带来了，我们要请校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3个都是学生自己设计创作的，对不对？没错，像这个是学生做的，像这个盒子啊，都是学生用雷雕啊，他们自己做出自己的作品。那我们都是学生一组一组去做的。那像这一组的作品叫做《宝岛鱼很大》。
那鱼很大的意思，其实它就是在介绍跟鱼有关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有学生会自己做的啊这个卡片。那这个卡片都是学生自己要去设计。这里面有白鲳、有旗鱼、鬼头刀，它这里面就是把台湾可以捕到的重要鱼，它全部必须自己找资料。然后呢，这里面还要介绍这个鱼是什么样的鱼，要介绍，然后要制作这么多卡片，然后要制作出来。所以其实学生在认识鱼类这个海洋生态这个部分，他自己就会想办法去处理或去解决他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像这个呢，也有渔港的介绍。哦，就学生要介绍渔港的介绍，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安排的游戏规则。我们像我们常玩的大富翁，会有命运啊、机会啊一样，学生他必须设计像这样一个事件啊。然后呢，学生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呢游戏的一个像骰子啊。那这个骰子要如何去进行的游戏规则，这个很难。因为一个游戏要好玩，它必须要让玩家觉得是有趣的，而且呢是随时有不可预期的嘛，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那这个是骰子，然后呢整个游戏规则，还有这个是一个你拿到的到最后的卡，那拿的越多，那分数就越高。像这个呢就是一个游戏叫做宝岛鱼很大，学生必须设计这样的一个全台湾，那有介绍港口，然后呢有各种呢地方会有事件哦，然后你看骰子一掷，掷了几次几分，然后学生还故意，因为学生他很故意哦，他会让骰子还会要加减乘除哦，那这个就是让学生呢要数学玩一下哦，这个都是学生自己会去设计的哦。那另外呢，这一套呢可以看到的是又是另外一套，这一套的主题就不是鱼了。这一套主题是另外一组学生，各位看到很多的阿兵哥，这是叫做大君主行动，二次世界大战，他把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各种战争、将军会发生的事情融入在他整个这一套的游戏里面。所以呢，在这套游戏里面，他一样，他必须设计所谓的战役，必须根据历史事实有战役，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然后呢，设计所有的整个游戏规则，走几步会遇到什么，遇到什么之后你会抽卡，卡里面会有一些说明，接着会做下一步的一个挑战。这些呢都是学生必须要自己去完成的作品。从这些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其实要非常好哦。刚刚提到的，包括他必须要有能够解决，要能够收集资料，要能够呢完成一个整套的作品，逻辑也要非常的好哦。游戏规则的设计其实呢都是他必须自己去构思跟创意的。所以呢，总的来讲，对学生在他的学习兴趣上，他可以自主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会在这个过程有个作品，他会有很好的成就感。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他的兴趣啊，然后他的成就感，对于他的学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很有效果的。哎，真的很有效果。像刚才校长你说的各式各样的鱼，我跟你讲，那个摆在你前面，你就算是看完背完，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还是写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透过自己去查资料，我跟你讲，它的题目再怎么变化，你都还是可以很容易的都可以写出来。那不止高中生、国中生玩桌游，其实呢，我们的幼儿园也玩桌游。要带大家来看，我们东光国小妇幼今年更以桌游的课程荣获了2020全国学校经营与教学创新 KDP 国际认证奖的特优，邀请到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谈谈了，真的是吉翁之光哎。好，谢谢。那桌游呢，其实是在我们东光妇幼里面孩子最喜欢的一个游戏。那在桌游玩很大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真的把桌游玩得很大。因为呢，我们让桌游呢完成是全校老师跟孩子一起合作的一个大课程。那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全员的孩子一起玩。那因为桌游呢，我们的孩子呢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学习认识。可是因为桌游呢，我们的孩子有一种棋逢敌手的一种挑战。那因为桌游呢，我们的孩子要开始学习面对挫折。桌游会失败，桌游不是每一次都会赢。那就于老师呢，我们因为桌游呢，我们必须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去沟通，不断的去分享。那老师呢，因为桌游呢，我们也
凝聚了我们呢老师之间并肩作战的一个情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桌游玩很大的课程里面呢，刚开始是孩子的兴趣，可是呢最后我们不只是从玩出孩子的兴趣，我们更是玩出孩子的能力，玩出孩子的自信，玩出孩子的创意，甚至最重要的，我们还玩出了老师的专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呢，这是我们觉得在我们课程里面非常有创意的一部分。那可是在这个创意的一部分里面呢，其实我们也面对了非常多的挑战，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部分。因为所有的挑战最后就是我们觉得最丰收的学习。好，我们来看看老师需要挑战什么。其实我们老师需要挑战合作，其实合作并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那在幼稚园里面我们会讨论，那我们为什么要合作呢？我们跟老师讨论说，其实在这课程里面合作才是我们最想挑战的。那呢合作的可能性呢，其实就是可以建立我们整个园所的特色。那合作呢，其实才是我们最后园所最坚强的实力。那我们合作会面对什么挑战呢？那其实在合作里面我们会思考，我们会有我们的担忧，我们会有我们的问题。那怎么合作呢？我们老师会透过我们的教学研讨会，然后透过我们的课程执行，透过我们课程的醒思，然后呢我们会不断地去思考我们去怎么合作。那在学生里面呢，孩子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其实我们的孩子要面对挫折的挑战耶。其实挫折，我一直认为其实挫折是一件最美好的学习。因为其实最有实力的自信应该是来自孩子他可以面对更多的挫折。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学习了面对生气、伤心、难过，甚至孩子他们很诚实的说，老师我不喜欢输的感觉。其实这都是孩子需要面对的挑战。那在这课程里面呢，孩子需要还要面对什么呢？我们还挑战孩子的金头脑，孩子需要挑战他的学习。在这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发展出了就是解决问题跟面对问题的能力，他们会去，甚至呢，他们会去分析跟解构每一个桌游，他们会去思考每一个桌游赢的策略，他们甚至呢，会把他们呢，分析解构的桌游的这些秘籍呢，把它都画下来，成为一个武林秘籍。他们说他们可以呢，打败天下无敌手，这都是孩子自己发展出来。你看这孩子怎么分析这个桌游，在这个桌游里面呢，他会告诉你说，老师我告诉你，其实这个桌游胜利的方法呢，就是先可以找出相同的颜色。孩子自己归纳了游戏的一个分析。那你像这一个桌游里面呢，孩子也是一样，他会告诉你，他会画下来告诉老师说，其实这个桌游呢，你可以用先找颜色，或者是呢你自己画手呢画个圈圈去找它的方向。这都是我们孩子呢在桌游里面呢发展出来的一个能力。再下来呢，我们的孩子呢还要再挑战的是他的创意。这都是我们孩子呢自己设计的一个桌游。在这个玛丽小朋友也设计桌游，对，在这个玛丽欧的桌游里面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桌游。因为在这个桌游里面呢，他打破了一般我们认为桌游都是一度空间，这个孩子设计的桌游是立体的，它是一个立体的桌游，而且它的游戏规则非常的特别。那我们再举例这一个蜘蛛迷宫桌游，这一个是一个团体合作的桌游。那在这一个桌游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合作跟竞争。那合作跟竞争基本上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可是在孩子的游戏里面呢，他们把合作跟竞争都融合在这一个桌游里面。那这是我们在目前的一个桌游的游戏规则里面没有看到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这都是孩子呢
他们去挑战他们自己的创意，去设计自己的桌游，去设计自己的游戏规则，这都是在这样的历程里面呢。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让孩子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桌游，可是我们让孩子玩出了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自信跟他们的创意。就是要让孩子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可以看到刚才东光幼儿园的小朋友玩出了自信跟玩出了能力。那当然老师真的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东光的孩子他们不只在桌游方面很有趣，他们在地的文化体验也很棒。老师规划设计了一个爱家乡的课程，针对田寮河的街景，孩子带孩子实际走访，一块来看这段 VCR。田寮河里面的海莲，它喜欢一群莲。田寮河有一点点脏脏的，它们不怕。有很多鱼和乌龟在田寮河游泳，那个蓝色的天空觉得很开心。孩子们眼中的田寮河有鱼有龟，还有十二星座桥横跨其上，有趣极了。这就是水族馆。这个是柴鼠桥，这个是望牛桥，这个是伏虎桥，这个是玉兔桥，这个是龙桥，它是弯弯的，可以让人家走上去，可以让人家看到远远的地方。它是蛇桥，它可以让人家走路。这是宝马桥，这是吉阳桥，这是田寮河里的美好桥，它有桥墩，人可以走上去，可以看到田寮河里有海莲。这是金鸡桥，它弯弯的，可以让人家看到，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这是富狗桥，跟那个喜猪桥，有很多车子在那个富狗桥的下面的马路上走。然后这个是基隆港，这是基隆港的桥市机，还有基隆港的老鹰，还有基隆港的船。还真的跟大人看田寮河的眼光不一样，带着孩子近距离观察，完成报告，更作词作曲，在田寮河的终点海洋广场呈现成果。的课程里面呢，我们的小孩研究田寮河，发现田寮河，他们研究田寮河的生态，然后他们也研究田寮河的十二生肖桥，他们甚至去调查到底基隆人喜不喜欢我们的田寮河。经过孩子的调查发现，其实基隆人大部分是喜欢田寮河的，可是呢他们发现也有人不喜欢，怎么办？所以他们希望呢把他们在田寮河的研究呢跟大家报告，让大家一起呢了解田寮河，一起喜欢田寮河。金芬的主任呢还请他的儿子来创作了一首田寮河的歌，这条歌很好听，他们用自己的看见，用自己喜欢的旋律把它谱成了我们基隆最漂亮的一条河，叫做田寮河。希望这个主题课程的介绍能让大家更喜欢田寮河。校方用心良苦，希望经由孩子们向大众介绍田寮河后，对田寮河有不一样的看法，希望大家和小朋友一样喜欢田寮河。可以看到，这是融入了乡土教育，还有我们的艺术课程的特别的课程哦。那我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本土艺术家刘奇伟先生，曾经在基隆的八斗子发电厂，还有东北角的金瓜石工作。广达由于意特别将刘奇伟的29幅画引进基隆市14所国民中小学，而且第一次在学龄前阶段的建德幼儿园展出。一块来看这一段 VCR。小朋友合力撕开画纸，一只婆幼鸟立刻从鸡蛋跑出来，现场惊奇连连。幼儿爱画画刘奇伟展今年首度进入幼儿园举办展览，基隆市选定建德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用洪亮歌声及活泼音乐演奏为活动开场。今天介绍的主题是婆幼鸟，从小刘爷爷他是被他的祖母带大的，刘爷爷喜欢听他的祖母讲婆幼鸟。
小朋友不只用说的，还用画的。现场展出小朋友模仿刘爷爷的画作及手工作品，不管是婆有鸟或者瓢虫婚礼，每一幅画作都是小朋友的心血。我觉得婆有鸟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刘爷爷想象出来的，他想象出来的很厉害。这故事是婆有鸟的故事，它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吵着要吃粽子，她的祖母就给她包了一个泥沙的粽子给她。保护这个地球，然后对一些环保议题也会有所了解。今年广达由于意义特别将游击伟29幅作品，除了引进基隆市14所国中小，还首次在学龄前阶段的建德幼儿园展出。游击伟先生的儿子及媳妇特别来到现场，看到父亲的画作在幼儿园展出，相当感动。听到有幼儿部，能够把参加这个刘老的同盟展，我们很感动也很开心。现场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作品，就是小朋友就是用不同的素材，然后将刘奇伟的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那我们其实也让孩子去学习，就是刘爷爷的作品，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话这样子。基隆市长夫人吴秋英女士一同出席这项展览，还代表基隆市长赠送给全市大班毕业生每位儿童一人一本绘本，希望小朋友自动阅读，喜爱阅读。广达由于第一次在这个幼儿园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展览，所以对全台湾来讲，我们基隆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展览活动，这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个意义，代表我们基隆非常的重视文化艺术的扎根。那今天我也特别代表市长带了一份礼物过来，那送给我们全基隆市所有大班毕业的小朋友，希望呢他们能够因为这本书开启他们知识阅读的一条道路。透过这项展览，小朋友从环境中欣赏画作，从小培养美感，也体会出刘爷爷的精神，让艺术和阅读陪伴孩子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基隆市的幼儿教育真的都好有特色，建德幼儿园今年也荣获了2020全国学校经营与教学创新 KDP 国际认证奖的优等哦。要请我们的玉芝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个课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谢谢。建德幼儿园这一次是以与婆有鸟相遇为课程名称参与比赛，那它的课程特色呢，首先是我们导入外部的艺术资源，这外部的艺术资源指的是广达文教基金会游于艺的巡回展的资源。那么你看到照片里面大型的作品进来了，整个学校里面的艺术氛围会变得很不一样。那老师也忙着布置活动中心的展览作品。那这一次的主题是刘奇伟先生的艺术展。刘奇伟先生的诸多作品中有一幅作品相当引起小朋友的注意，就是这一只婆有鸟。婆有鸟的外形很可爱很讨喜，但其实它背后有一段很哀伤很动人的故事，所以特别能够引起小朋友的共鸣。那这是艺术展品的部分，但艺术展品虽然进来了，但其实与小朋友的距离还是很遥远的，它就是冰冰冷冷的被挂在那边。那这个课程的有特色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课程准备的方式。在以往建德幼儿园的课程是各班各自发展各自准备，但因为这一次的活动，老师之间呢就会利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学期当中只要有机会有需要，我们就会一起讨论，一起观摩，一起互相看对方的教室有什么，那是不是也是我可以学习的呢？于是我们共备课共同学习。那接下这个计划之初呢，我们也很积极的参加一些艺文的研习，很生怕我们错过了这些艺术的美好。那当大环境准备好了，教室的资源准备好了，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小朋友自主学习的时刻了。好，接下来将由这三个方向，我们来分享小朋友的学习活动。
首先是同整性的课程活动，我们在照片里面看到，小朋友他拿着一支点读笔在听什么？因为我们教室的语文区啊，有相当多的艺术资源，但艺术资源其实蛮多是文字，小朋友对于文字的解读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拜托我们的家长，家长也很热心，愿意帮我们把这些语文这些文字然后录成语音档。当小朋友在教室里面发现，哇，这个婆有鸟好可爱，我好想认识它，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就拿起点读笔，好，点这个图案就听听看，它别人是怎么介绍它的，那它的故事是什么。当小朋友的心中有了感动，他就会有所行动。我们教室里面有相当多的多元素材，小朋友他可以挑选他喜欢的素材去发挥去创作。像这位小朋友呢，他觉得婆有鸟好可怜，只有一个人，对不起，那他就会觉得，我不想要他一个人，我在家平常都是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一起出游的，所以他自己画了一本绘本，他画了婆有鸟一家人出游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还提供了多元素材，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素材去创作。接下来呢，这个是偶戏台、棒偶台，小朋友在美劳区做了好多只婆有鸟哦。然后呢，然后可以做什么？于是他们想说，我们可以来演一出戏呀。于是呢，有了这个偶戏台的呈现。另外呢，小朋友在学期初的时候，他们有到别的学校去看大哥哥大姐姐为他们介绍刘奇伟先生、刘奇伟爷爷的作品，他们觉得这些哥哥怎么这么厉害，那我也想要像他一样。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啊，除了听听点读笔，这个作品是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可以知道的更多吗？然后呢，他们就想要介绍给同学听。这一幅地图呢，是因为刘奇伟先生他不但是一位艺术家，他也是一位探险家，他到过很多地方去冒险，所以小朋友觉得哇，刘奇伟姐姐好酷哦，小朋友也是喜欢探险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在地图上面想要找出来刘奇伟爷爷去过哪里探险，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有什么特色。所以呢，所谓的同整性活动就让艺术不再只是艺术，也不再是只有画画，它涵括了幼儿个人的创作，也有小组团队的合作，也有解决问题，有语文方面的表现，也有戏剧的演出，也有人文地理的探索。接下来是自学到分享，小朋友在教室里面各个学习区里面探索学习，他们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们觉得我们学校的弟弟妹妹好像不知道这一块，我们也好想把我们认识的、把我们玩到的介绍给园内的弟弟妹妹。所以呢，我们在展览的地方也规划出一些活动区，让小朋友跟弟弟妹妹互动。他告诉他说：“你知道要怎么样用一个方块积木搭建出一只婆有鸟吗？”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是他介绍，这幅作品是叫做《夜莺守护神》，他跟他的弟弟妹妹介绍这座画作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注意哪些细节。还有这个是带领着学弟学妹们认识刘爷爷探险过的地方。最下面这一幅呢，是他们在教室里面做了好多只婆有鸟，所以他们有发展出偶戏台，他们当然也想要把这出戏演给学弟学妹们看。好，这一位是刘奇伟先生的儿子刘宜孙先生，很荣幸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学校来，他也很爱孩子们跟我们一起互动，这是对老师来说是相当大的鼓励。孩子们围绕着他，迫不及待地跟他分享我们这阵子在学校里面玩了什么，然后小朋友还很天真地问他：“你是刘爷爷吗？”对，但其实是刘奇伟先生的儿子，因为他就大家摸摸他啊，你也变这么老了，然后他也穿着探险的服装，所以小朋友就觉得你就是刘爷爷，就围绕着他，你看这幅作品，然后那幅作品很有趣，你画的吗？然后问他好多这样。好，接下来呢是校内到校外。由于刚才有说到刘奇伟先生，他是艺术家也是探险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很爱护大自然、爱护动物的环保人士，所以呢，小朋友其实对他是相当崇拜的，因为他又喜欢动物，又到处冒险，哪一个小朋友的个性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小朋友觉得那我们也要跟刘奇伟爷爷一样啊，但是我们年纪还这么小，我们没有办法到处去探险，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
有这么大的声音去跟别人说我们要爱护环境，以我们的小小年龄来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决定要从校园内的环境开始，我们就拿起了夹子，拿起了垃圾袋，先从校园里面的环境开始维护起。然后呢，小朋友又想，我们还有社区啊，学校周遭好像也不少垃圾呢，所以我们又卷起了袖子走到校园外面去。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参与了广达鱿鱼艺的成果展，在基隆呢，鱿鱼艺都是国中小、高中参加的活动，建德幼儿园是第一所幼儿园参与的幼儿园，所以呢，我们当然也要参与成果展，我们就过去了。然后这一位小朋友他是画婆有鸟一家人，他自创这本绘本，他就很兴奋地带着他的绘本也去展示他的作品，那跟大哥哥大姐姐讲故事，那大哥哥大姐姐也很捧场，很认真地听他故事，他觉得非常的有自信，很得意。好，接下来这个画围墙，彩绘围墙是建德幼儿园大班毕业生的传统，在毕业前我们都会选择一块学校围墙的壁面去画去彩绘它。那因为这一次接下了这个活动，所以呢我们就把刘奇伟先生绘画里面的元素也加了进来，作为毕业前的纪念，也美化我们的社区环境。好，那从这些活动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老师的备课，小朋友学习的自主性。那在很多活动当中呢，他们必须要跟同侪互动以解决问题，像是这一出偶戏台，他们在筹备这个戏剧的时候，他就要跟同侪去讨论你要讲哪一句台词，那你讲完之后什么时候该我，那这个布景要怎么搭建，你负责哪一区块，我负责什么，所以这边都是需要同侪互动的。然后呢，他们也因为环境准备好了，所以他们也有相当多的自主的学习的主动权，他们想要探究哪一块作品，那然后有了感动之后，接下来的行动我要用什么去展示我的感动，展示我的想法。对，这是这一次课程很特别的地方。谢谢。哇，所以看完真的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奖项是基隆之光，因为可以看到孩子们他跨领域的去解决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成功的达到了自主学习。那刚刚除了这种艺术类之外，我们再来看还有很有趣的体育类哦，要带大家来看父亲节，基隆市政府特别在海大举办了迷你足球及家事体验的活动，市长呢还特别化身了足球员，跟孩子一块来 PK 哦，一块来看看。哨声响起，基隆市长林佑昌化身足球员，与担任守门员的副议长林佩祥、教育处长林助理及海洋大学校长许泰文等人组队，和仙龙国小足球队进行了一场3分钟的迷你足球示范赛。这是由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举办的迷你足球活动，由于去年举办时很获好评，今年因此扩大办理，希望让亲子共同享受运动的乐趣。迷你足球的这个运动实在是太棒了，这个对小朋友的一个大肌肉、小肌肉，还有他们的团队运动的精神，还有这个冲击平静，身不交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很棒的一个运动。运动的好处是可以把同年龄不同个性的人来一起。除了展现足下功夫，林佑昌等人还参加家事体验闯关，挑战折衣服。没想到这也拦不倒他，在小助手协助下，林佑昌没几分钟就把5件衬衫都折好收进箱子里。林佑昌透露，这都是太太教的好，也认为让小朋友参与做家事是很棒的亲子互动。其实基本上平常还蛮喜欢做家事，那因为以前做不好，我就被我太太念，然后太太教我怎么折衣服，所以今天的这个折衣服基本上难不倒我，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所以就平常太太教的好。
实现在的父母哈，因为平常在上班，说起来也比较忙，那平常没什么时间这个跟孩子在一起，有的有空大家就会带孩子出去玩。不过我觉得其实平常在家里，如果能够比如说教小朋友一起负责衣服啊，怎么晾衣服，我觉得对小孩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成长，还有他对家庭的一个责任心啊，我觉得是很有帮助。这项霸气十足亲子活动共有八大关卡，完成五关就可以获得小礼物及摸彩券。教育处方面希望透过这项活动，让参加的家长与小朋友都能玩得尽兴，增进亲子关系，也度过充满欢乐回忆的父亲节。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幼儿教室内很多元，但是教室外也非常的精彩。从去年开始就听到很多幼儿园在讨论这个迷你足球。什么是迷你足球呢？我们要请海大的罗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是，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罗教练。那迷你足球的话，它的特色哈，就是参赛的小朋友年纪特别小，然后呢，球场的尺寸也很迷你，所以它很适合在一个小范围的场地里面就可以一起团队来进行的一个游戏跟活动。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有用充气的气垫，然后把这个球整个球场围住，那里面呢是人工草皮，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安全又有趣的一个活动。那迷你足球的特色呢？迷你足球的特色，它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气垫式的外围，所以它球不容易踢出界。那其实我们在基隆市是从去年108年度开始推广这个迷你足球赛。那去年一开始要推广的时候，很多幼稚园在听到足球赛，第一个就想说哇，很担心呢，是不是要出去外面晒太阳？那如果下雨怎么办？那小朋友没有接触过足球，能踢吗？他们懂规则吗？所以当我们在做说明会的时候，很多的幼稚园的园长其实就带着又担心又害怕，但是又很期待的那种矛盾的心情，然后就一直跟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于是呢，我们也是这样跟他介绍说，这个场地其实因为是相当的安全，而且再来它不受天气的影响，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是在我们海洋大学进行这个八八节的活动，也是用这座人工草皮的足球场，所以它也可以在室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因此呢它也不用受天候的影响。那尤其我们的幼稚园的小朋友，那因为毕竟年纪还小，那很怕就是晒太阳或者是淋雨的一种比较极端的天气，那基隆又是一个比较多雨的一个雨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场地的量身定做，所以让我们又更容易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球因为不容易出界，所以小朋友呢就可以很兴奋的、很激动的在里面踢。因为其实也有幼稚园的园长也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啊，这个球小孩子就觉得很无趣啊，那踢一踢一直出界就一直捡球，那小孩子因为没有技术，不知道怎么去操控这颗足球，所以常出界的情况之下啊，就算了就不踢了，那或者是捡得很累。所以我们在一个量身定做的球场呢，是可以非常精致的、非常迷你的，然后很适合小朋友，甚至我们在爸爸节推广的是亲子赛，连爸爸妈妈也可以下来跟小朋友一起同乐的，所以它其实是很趣味、很安全，又可以寓教于乐，又很适合我们现在的这种少子化的环境，一个小家庭可以一起来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再来的话，对于小朋友来讲，我们就是尽量不要给他太复杂的规则，所以呢，我们也简化了这个五人制。在这个迷你足球赛，我们是采用五人制的，因为五人制它是国际的正式的赛制。那但是因为球不会出界，那我们就让小朋友尽情的在这个操场里面人工草皮上面尽情的奔跑。那但是有一些规则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足球来教导小朋友一些有关于足球应该要遵守的部分，比如说小朋友最常发生的一个失误，或者是说常常犯规的，就是因为足球是用脚踢，所以他小朋友我们很怕他用手去抓。那当他用手去抓这颗球的时候，别的小朋友从他的手踢下去，他可能就会开始哭着找妈妈。所以我们也感谢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在我们办迷你足球赛之前呢，我们也会办一场针对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这个踢足球的一个技术研习。那透过这个研习呢，我们会教导他比较进一步的规则，比如说不可以用手。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小朋友很容易在比赛的时候，他会
啊，我想我可不可以喝水，我想要上厕所，我想要找爸爸妈妈。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安全护栏，气垫式的护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其实他最后都已经聚焦在这里面了 ，focus 在这个踢球的乐趣，就生怕踢不到球，然后全部的小朋友挤在一起，其实整个画面看起来是相当的趣味，而且又很疗愈。所以爸爸妈妈在旁边呢，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尖叫，很疯狂的尖叫，比小孩子在场上踢的小孩子还要投入，然后还要疯狂。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迷你足球赛。谢谢。哇，所以迷你足球赛真的是很有趣、很好玩，而且家长看的还比小孩还要兴奋哦。除了这个脚上的这个算是脚上的游戏之外，哈，我们再来带大家来看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八斗高中的老师积极研发各项搭配课程进行的教育式桌游，一块来看看。一看到书就要睡着的同学，现在上课都精神十足，因为都在玩，像是英文科的天旋地转。我们是设计学生现在上课用的英文单字卡，然后呢，玩之前先给他转下去，然后呢，这个再把牌丢下去，让每一个四周围的人都有看到的机会抢答，抢到的就得分数。那上面不做任何记号，原因是他们有三种抢法，第一种抢怎么念。第二种抢中文的意思，第三种可以抢词性。那如果学生进阶了，我们还可以混合一次抢两种或一次抢三种。大家就翻出来说，哦，这一张哦是 rose。那假设呢，刚好这么巧，这张翻到 rise 可以搭成一组的，这就他就得到了一组就一分。就像我们在玩扑克牌抓乌龟，五抓到五，六抓到六 ，K 抓到 K 的抓法。如果没有动词的概念，英文其实大概只停留在国二，就没有办法进阶了。所以我们设计的理由是这样。数学科的 numbers RPG。数字还有分这个可能是整数，好，正整数或者有理数这些等等，好，这些数字它的范围是什么？二的四次方，二的四次方我们知道它是十六，好，那十六的话它会在哪一些范围里面？十六我们知道 ，OK， 好，正整数，当然它也是整数，它也是整数，而它也是这个有理数，也是实数用。再来对数的部分也有，好，三角函数的部分也有，好，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就下去加它的牌。那再来就是看学生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弱的，去加强它，这样。还有八斗高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制桌游。这一款游戏是以学科为自然科学科为主。那我们这款游戏呢，设计是主要以台湾海域附近的鱼种作为设计，收获蛮多，甚至是生物课的时候能用得到，甚至地科。那更加了解说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些鱼类。透过这个，我对国中的植株鱼比较深入的了解一点，然后对数学这方面比较有点深入的兴趣。这基本上也是从自然的学科之中发展出来的。我们想让大家了解一些生活之中常听见的鱼类，并且让他们知道他们在食物链之中的关系是怎样的。保有最多的鱼种就赢了。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比以前还多的鱼吧。八斗的密室逃脱等各项有特色的教育式桌游，寓教于乐，颇受学生喜爱。我们呢进行这个桌游的设计啊，可以让老师的教学呢更活泼。那重点是学生呢他的学习动机就很强，然后他的数学啊、英文啊、地理啊，还有其他各种科目，他可以学得更快，而且可以学得更好，而且是很有趣的。老师用心投入，让抽象与困难的单元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学生在操作中达到融会贯通。就是玩桌游可以让所有的学科融会贯通，这真的是很厉害。我们要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老师也超强的，要老师一起来推动哪些相关的课程呢？我们老师哦，刚刚影片看到，其实各科哦，其实在教学的时候，他也会融入用桌游的方式，因为让学生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更有趣哦。那学生就会参与在老师想要教学的，不管英文啊、数学啊，或者是各种科目里面。那我们学校还会有一个整个特色课程哦。那特色课程我们是从国中开始，我们就有专门是教学生去做桌游设计的课程哦。我们从国一。国二我们都有桌游课程，那国一的开始是让学生先认识哦，桌游它有分哪些类型的桌游，让他们先学习怎么样去仿做一个作品，然后到国二的时候他们可以进一步结合 Maker 去制作。那我们国一跟国二这个是108课纲都有所谓的弹性学习课程，那我们就是用选修的方式，我们同时呢让开三门课、四门课，然后让国中生就像大学生一样可以跑班选修。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全校
全部学生都要修的课叫做桌游设计，这是我们学校叫校定必修，每一个进到八斗中的孩子都要修这门课。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就是现在大学的招生其实是需要学生有一个成果的，而这个成果可以展现学生其实他的创意、他的逻辑、他的思考、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都在这个作品可以被大学教授感受到说，哇，学生这么好。所以现在大学招生的申请入学跟以前我们那种联考时代只看分数真的不一样了。那另外在高二的时候，我们还开了一门让学生可以选修的叫做数位游戏。我们的数位游戏就是学生必须在电脑上面写程式，然后完成一个所谓的电脑游戏，而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教会学生的。所以呢，我们学校不止一般所有的老师会有融入桌游，然后让整个学习更有乐趣，我们还有专门跟台科大侯老师侯慧哲教授那边合作一整套，从国中一直到高中的选修课也好，或是学校的特色课程也好，那这些我们都在整个学生的学习当中看到学生其实对于学习的那种自主性啊，收集资料，还看到了学生其实他应用在学科上面，历史知识啊、海洋知识啊、地理知识，可以呢让他触类旁通，这些都对于学生来讲帮助非常大，所以成就感、学习动机，这个在我们整个课程里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哇，真的是很清楚，因为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自主性整个都起来了。那另外东光复幼更厉害，又把让学生把桌游带回家，连爸爸妈妈都一起来玩，要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课程里面，就诚如刚才所说的，我们让孩子本身呢，东光复幼的孩子在桌游里面，我们玩出兴趣，玩出能力，玩出自信，玩出创意。那东光复幼的老师呢，其实我们玩出专业，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什么样的专业呢？就幼儿园的一个教学品质评估量表里面呢，在数学区的规划，他希望老师呢能够对于数、图形、逻辑以及测量有测量的概念呢，都能够在数学区的规划里面去执行。那在我们的老师里面呢，我们对于桌游，我们不只去分析桌游、去解构桌游，甚至我们每位老师呢，都去掌握每个桌游能够带给孩子的学习。于是呢，我们呢，希望透过桌游，让孩子呢，在数学区得到最好的学习。我们看数学区要求的能力，其实我们都透过桌游让孩子学习，我们以培养逻辑能力的配对概念而言，就光这个配对概念而言，我们老师就提供了蹦蹦兔、娱乐趣、长颈鹿维多多、马奇碰碰、世界趴趴走、拔毛运动会，让孩子在逻辑配对概念能够得到充分的学习，以合成、以数的一个运算跟是数的一个能力而言呢，在一个合成分解，在这一项里面呢，老师对于桌游就对孩子提供了德国心脏病跟气死天堂，让孩子呢在我们幼儿园数学区的学习能够非常的完整，能够非常的提升每个孩子真正的能力。在老师的专业上面呢，其实我们对于桌游的一个了解跟一个掌握，其实这一部分呢也可以提供给未来有兴趣发展桌游的园所。如果未来呢有兴趣发展所有的园所，你们在规划桌游的一个在规划桌游的，大班的孩子可以玩什么桌游啊？中班的孩子可以玩什么桌游啊？小班的孩子可以玩什么桌游呢？在这面的规划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的系统的整理，这些都可以跟所有的基隆的幼教的朋友一起分享，这是我们老师专业的部分。那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我们将我们桌游课程呢，还有我们的桌游让家长带回，就让孩子带回去跟家长一起分享，然后呢让孩子跟家长一起同乐。我们也将桌游的课程呢在教保资源中心推动，让呢社区也能够分享到我们就是我们桌游课程的一个学习。那教保资源中心的资源呢也提供了学校更多的资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那个
桌游课程里面呢，我们形成了学校、家庭、社区所有的资源彼此融合、彼此分享的一个循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个推动。真的哎，所以是基隆之光得到了特优，另外还有得到很棒奖项的是我们的建德幼儿园，在这一次美感教育的提升，对幼儿来说也是很大的助益。是，这种大型画作呢，进驻到学校里面来，对基隆的小朋友而言，这些大型艺术作品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它一旦进驻到校园里面，无疑是开拓了小朋友的视野。我不用花钱到美术馆，我就可以每天到学校，就近距离的接触这些美术作品，其实感受是很棒的。那透过了这些的课程呢，小朋友其实学习到很多，像是丰富了艺术经验，体验美感生活，他们身边随手可得的艺术作品，随手可得的资源，他们随时想要利用各种素材创作都是被允许的。那也激发他们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像这个小朋友，他拿着点读笔，他想要多多了解，哎，除了颇有鸟之外，我还想要认识刘爷爷其他的作品呢。没问题，你随时可以进来探究你想要的讯息。那这一位小朋友呢，他发现刘爷爷的作品里面，哇，那个树枝画得好生动哦，我也想来试试看，于是呢，他试了两次、三次，第一次同学们说，好像还是看起来那树枝好硬哦。他又去找了丛林的图片，再去试试看。最后的作品吸引了好多同学的目光，很成功哦。接下来就是增进自我表达与沟通的能力，营造与同侪合作的机会。在筹备颇优鸟偶戏台的时候呢，小朋友经过跟同侪经过多次的沟通，那协商才有偶戏台的产生。那不但是跟同侪互动，他们也要学习跟学弟学妹们分享。看这照片里面呢，小朋友他压低了自己的身段，然后想要跟弟弟妹妹分享，这一幅画作里面的作品名称是什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还轻声的问他说：“你有听到我说什么吗？你也喜欢这三只猫咪吗？”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过的，我们提升了我们关怀人群还有爱护环境的情操，我们维护了社区的环境，那我们也动脑想一想，我们已经把环境整理干净了，我们怎么样维护下去，是不是要设立什么标志，让经过的人看到说我们不可以乱丢垃圾。那除了受到小朋友的影响，老师也有一些影响哦，因为经过了这一次的课程，我们发现老师在孩子的心目中撒下什么样的小种子，孩子的心田里面就会开出什么样的小花。于是呢，我们决定在108学年度的时候继续接了广达鱿鱼艺的活动，主题是光影巴洛克。那这一次呢，我们同样的把艺术作品引进到教室校园里面来。不但如此，我们还在假日的时候开放大门，欢迎家长牵着小朋友的手一起来欣赏艺术作品、玩艺术。那艺术作品不是只有画画，不是只有捏塑，它还可以展现在积木里面，还可以展现在扮演的活动里面。艺术不再只是艺术，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谢谢。融入生活的艺术真的好棒。最后30秒，我们要请罗教练来跟我们分享啦，来倡导一下幼儿体能教育。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幼儿足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实证研究跟学术研究，就是我们小孩子在发展最早发育的是神经系统，那到了4岁就已经是成人的80%，到了10岁就达到了成人的95%，所以也就是4岁到10岁就是很适合学习足球的一个黄金时代，黄金的一个时间。那透过足球呢，因为它从脚来踢球，所以它回馈到大脑，最远到最上面到最底端，所以它回馈到大脑刺激的这一个部分，可以提升小朋友的专注力跟协调性。那再的话就是足球来培养他团队的一个运动互动的概念，也培养他的责任感跟他们的礼貌。那也透过比赛能够培养小孩子的自信，还有他的抗压性，不会因为输球那就放弃。那循序渐进的来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基隆市，我们未来能够多多的推广我们的迷你足球跟幼儿足球。谢谢。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幼儿国小最主要是打底，到了国中呢，我们就是要学着解决问题，而到高中就是自主的学习者。现在的资讯真的太多，孩子要有学习自主的能力，那才是未来他们最大的竞争能力。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位来宾带我们深入了解哦，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
谢谢。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